ready for this? Uh-huh. 宝贝大明星，武力全开！来自高雄的活力啦啦队，今天要用100分的热情带来创意啦啦舞表演，就让我们来看看表演中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吧。什么特别要注意的，或者是更加强的部分？要保持笑容，不可以摆个臭脸，不能摆个臭脸哦，是不是？那刚刚有说到呢，这一段表演，他们除了啦啦队的舞之外，他们最后也做了很精彩的街舞来作为他们的 ending。那我知道街舞其实是国标舞里面很难的，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请到我们小朋友来帮我们示范一下街舞的部分？哦，他勇敢的站出来了，请问是谁呢？窒息，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了窒息，我们表现街舞的动作。好，窒息，麻烦你了，可以教我们简单的吗？我知道街舞是不是脚的动作很重要？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脚踢的时候脚要弯，所以勾的时候脚才可以跳起来。嘿，嘿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要压脚背，压脚背，压脚背。哦，这样，压脚背。哦，难怪人家说跳舞街舞的人都不会胖吗？而且会长很高，对不对？那有手部的动作吗？街舞还是会有手部的动作。那我手要放哪里？手是放这里，这边。对，然后国标舞手是这样，女生是这样，女生是这样，女生是这样，中指不能碰在一起。好，那男生的部分呢？这样，这样。男生要多一指哦，多一指，对，多一指。哦，那我是这样，一种拿保龄球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有点像。预备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2 2 3 4 5 6 7 8，可以可以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它因为是街舞，然后又融合一点啦啦队的舞，所以其实有点重复，是不是？这边做完再换这边，换正面，对不对？对，跳完这边就转回来，这边跳成同样的舞步。好，所以老师，我们可以跟着音乐来做一次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。
老师教我们跳舞。刚才看到志熙跳的街舞啊，他的脚动得非常快，感觉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了呢。对，难怪人家说街舞就是其实是瘦身最好的舞蹈哦，因为他们就会一直跳一直跳，而且呢也是一个最开心的舞蹈，对不对？它其实是国标舞里面非常受欢迎的舞。可是呢，婉雄哥哥，我告诉你哦，在我们里面呢，他们每个人都是高手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位，他6岁就成为小小储备国手，他现在其实也只有8岁而已哦。哦，请问我们小小储备国手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哇，不是恩正吗？对对。那请问你跳国标舞已经多少年了？4年。4年。你很喜欢跳舞吗？很喜欢。很喜欢。为什么你喜欢跳国标舞？因为跳国标舞可以让我放松心情。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啊，恩正啊，现在已经拿到我们的39面金牌的积分赛冠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厉害哦！所以你是不是各种舞的国标舞都要会一点，对不对？都要学会。那我知道啊，你有你跟你的舞伴，而且你跟你的舞伴已经搭档1年多了。请问你的舞伴是谁？我。是哦，请问一下，你们两个平常是怎么搭那个培养默契的？我们从小就是幼儿园同学，所以从小我们就开始培养默契了。哦，那你们会有意见不同，然后吵架的时候吗？偶尔会。偶尔哦。那如果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都是听谁的？听他的。真的哦。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很优雅哎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在那个练习双人舞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有可能就是跳摩登的时候，我架子撑不住。哦，应该要再更厉害才能撑住它。要熟练，要熟练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变得超级厉害，好不好？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就很期待看到他们双人舞的表演，我们就来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。紧张哦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大概学1年都学不会吧。而且，刚才他一开始的动作，你可以再做一次那个，那个动作吗？可以吗？很帅，他，你刚才的那个动作很帅气，然后放电。哦，小哥，你这招要学起来，我要学起来。恩正应该是有很多粉丝的，不然你教他一下。好，你可以教我一下吗？要怎么样拍一下？刚才的动作，拍哪里？你慢慢的做一次，拍。顺，这个手有点忙呢。这个，对，这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就是那个你那种拍一下，然后指一圈的那个就好了。哦，好，再一次。好吧，预备，开始。嘿。感觉屁股要扭起来了。你怎么做的怪怪的？那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没有什么，但是我刚才有感觉到你是，我要得冠军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还以为没有冠军亚军什么之类的。我都觉得你就在放电，而且说我要迷倒你，啾啾啾啾啾，然后都是爱心这样子。那我们跟音乐来练习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每一个舞蹈都在细节当中都要做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
我们今天不管是从学到了啦啦队表演，或者是街舞，还有我们的国标舞的部分，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，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演出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宝贝大明星舞力全开，成功了！好，在一起跳舞吧，怎么做？嘿，